月黑风高夜，高速丛边一辆火车飞速驶过，火车上男主饭桶漫不经心地翻看报纸，突然车轮青烟腾起，一个急刹差点将他晃倒。饭桶起身查看，却发现偌大的车厢中仅自己一人，他带着疑惑走下火车。此时草丛中闪烁着诡异的绿光，正在迷惑之际，乘务员手提照明灯，表情凝重地走了过来，提醒他赶紧上车。饭桶询问火车是否出了问题，乘务员敷衍地回复一切正常，火车马上出发，并告诫他不要乱走。饭桶点燃了一根82年的华子。这时草丛中再次绿光闪烁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饭桶拨开比他还高的蜜草走了过去，回头看了眼火车的距离，犹豫了一下，该死的好奇心战胜了理智，他继续大步地走向深处。忽然虚惊一场，原来只是微风拂过。此时乘务员提醒发车的声音传来，他掐灭香烟打算返回，突然不知什么东西穿过，受到惊吓的他加快了脚步，走着走着却发现自己迷路了。高草丛中他拼命地找寻出口，但乘务员的呼喊声却在身后出现，他慌忙掉头，却发现自己总在原地打转。这时身后传来几声低吼，看着草丛中闪烁的绿光，虽内心惶恐，但还是忍不住上前查看，可眼前的画面令他窒息。一只无脸怪从地里钻出，饭桶刚想逃跑，却发现已被怪物包围，他拼命地往前冲，一个不留神掉进深坑，眼镜掉了，他的恐惧再次加深，摸索着戴上眼镜，使出浑身力气向上爬，却被无脸怪抓住脚拖了下来。摆脱两只怪物后，他爬出深坑，不管方向是否正确，拼了命地跑，终于瞟见微弱的火车余光。他一路狂奔，看着火车缓缓启动，深感绝望的他却被怪物扑倒。命悬一线之时，他们为了同一个男人厮打在一起。饭桶想趁机逃离，却被再次拖回。一群怪物蜂拥而上，正准备果腹时，被一束火光吓退。原来是手持火把的乘务员。怪物在火光的威慑下不敢上前，乘务员将火把丢向怪群，拉起饭桶就跑。无脸怪愤怒的咆哮后，便跑回草丛。两人逃回疾驰的火车上，乘务员告诉他，那些怪物曾经也是人类，但因为各种原因被人残害，导致怨气太深无法超生，就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，留在人间复仇。每次火车经过这里就会失去动力，他们从地里钻出，袭击好奇的人类。乘务员交代饭桶，不要把今晚的遭遇告诉任何人，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你。刚刚死里逃生的饭桶仍心有余悸。此时两边的高草丛中又泛起了大片绿光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午夜12点之后不是车站的地方，请不要随便下车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我是毕叔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双连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